好啦，依度咧都屬於係銀座區啊，銀尖嘅新聞兩座大廈有佢個標誌，有個東寶嚇電視台啊，東寶。其實一路向前行咧，行18分鐘就可以去到竹地市場噶啦。咁啊，如果咧喺度過去竹地咧，其實都係食嘅。我哋去咗兩日竹地啊，兩三日竹地。啊，而家星奶咖啡好 Q 多啊，周圍都係星奶咖啡。啊，不過咧 ，Starbucks 係依度最多嘅咖啡店，甚至乎咧依度最旺嘅鋪頭咧，我諗應該係 Starbucks 啦。咁前日咧三月。大俾大家睇，呢度好多三元嘅。